喝咖啡的文学家伏尔泰说，美味是值得等待，也是浪漫的。村香咖啡生活馆用全手工现做的精致饮品及餐点呈现给每位造访的顾客，在等待餐点的同时，可在一二楼的图书柜中阅览并欣赏店内的艺术创作。这里的 Pellini 咖啡豆将是各位最值得等待的精品咖啡，其中焦糖咖啡绝对值得各位一试。此外，这里还有充满养生风味的擂茶猪肉火锅，选用柴鱼汤底和客家擂茶熬煮而成的佳肴，相信可以让你大饱口福。